我 is your 早上利落马尾，上秒还穿着专业及时制服，但镜头翻转下秒换上便服，举手投足尽显女神风范。今年29岁的王星是一名长荣航空现役女机师，飞行出来都在做些什么？王星拥有亮眼外形和高挑身材，在个人社群吸引破8万人追踪，经常在 IG 分享机师生活。最近因为有空姐晒出与她合照，直呼她是全公司最正女机师，吸引上万名网友点赞。她也被发现曾是日本女团 AKB48 台湾一期研究生。当年出席活动，跟团员们台上载歌载舞，外形甜美可爱，在团体中特别出众。王星的优点就是脸美、腿美、心美。当年还是大学生的他，后来因为考虑当偶像有年龄限制，加上团队状况不稳定，才会选择在大学毕业那年退团，选择不同职涯发展。后来先考航空公司培训机师，没有通过，最后自行飞往美国自训考取飞机驾驶执照，再回到台湾应征机师，已经上线执勤1年多。目前台湾女性机师比例只有4%，年龄介于29岁到55岁之间。从演艺圈跨足航空界，王星机师这条路上努力付出，也被众人看到背后辛苦另一面。三立新闻高冠勋、萧邦明。